之后可能就会转成育才杯。哈，你下定决心了？我也是想很久，还是要给自己一个认真的机会。你梦想真的很好啊，我祝福你。Take care, bro。我叫 Sam， 朋友也都这样叫我。刚转学来台北，原本怀着蛮多的期待，也觉得自己能够变得更进步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但是来了一段时间，发现事情好像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容易，无法融入周遭的环境，不论是周遭的街道、城市、店家，甚至到朋友、同学，好像我就不属于他们，不属于这个地方。你们今天有看到今天新转来的同学吗？有啊，就都自己一个人做那个啊。不是啊，所以他的脸到底是在屌什么？啊，他只是不爱说话吧？他只是不想跟我们讲话吧？你们不要这样议论新同学嘛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，会提醒我，告诉我不要放弃。是很难受，当然难受啦。为了学历，努力转学过来，结果没有办法融入其他人。没事啦，刚到新的环境，难免的啊。明天上课还要分组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组。那你就多笑啊，你多笑一点，他们就会觉得你好心境啦。那我试试看，一定没问题的啦，多练习几遍。啊，同组哦，可是我们这组已经满了。同组吗？我们好像已经满了，看你要不要找其他人一组。抱歉啦。哦，好啊。
跟我们一组啦。啊，对哦。你忘记了。哦。哎，抱歉啦，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人了，下次再组。哦，好吧。没事啊，反正昨天上课有很多人没有来，老师说我应该会跟他们同一组吧。那就好，起码还有组。看来维修还是没有办法的。都是需要练习的啊，大家都喜欢开朗的人。还是你要试着穿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啊，不然你每天都穿黑色，可能太凶了。讲话怎么那么像我妈？你就试试看嘛，不然怎么会知道？哎，你不是有一件花衬衫吗？哦，你说那一件哦？可那一件我很久没有穿了，还要再回家找找，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帅哥帅哥怎么不行？干嘛？帅！你不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笑不笑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都没笑。
去上课干嘛？给他们当笑话吗？这哪是笑话？起码他们笑出来，代表你也算是成功，让他们觉得你好相处一点啦。我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为什么要为了他们把自己活得那么卑微？说什么多笑一点，说什么衣服穿亮一点，你给那些建议一点用都没有，干搞自己一点自尊都没有，自己都不像自己了。让自己看起来开心一点不好吗？你每天在这边怨天怨地，根本就于事无补啊！你做点改变好不好？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怎么会不懂？
自己搬就好。很帅、欸，你是又在消遣我了？啊，没有啊，你知道洪轩志吗？就那个戴眼镜的男生吗？对啊，他之前很喜欢穿花衬衫，然后班上的人一直笑他，现在要说你是他弟。轩志每天要穿花衬衫，很塔耶、欸。花衬衫很帅啊，你们懂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你不要走心啊。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对啊，不然以为是这样。哦，我就，哦，没事啊。
都去唱歌了，但真的有点唱到腻了。你每天都会唱歌，那你现在每天都在唱歌？对啊。那佳佳，我都告诉我朋友去看烟火啊。哦。那是很经典的。还没想好哎。哦。把你来不说。我都在睡觉哎。哇！下一次你放三个多耶。你不会变睡人了，真的。没睡，睡觉吧，好快乐哎。在电视上看烟火哎！啊，真的哦！你是不是从台北一直到高雄？那很好哎！还是我们今年一起去跨年啊？啊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反正大家都还没想好要干嘛。我觉得今年我们第一次在外地跨，真的，是在一起跨的。哦，这是好问题。还是唱歌？啊，唱歌才是音乐啊！我都想不到没。350天。不然你说去哪？我觉得不吃火锅那天冷。哎哎，真的哎，真的是哪间啊？我想一下哦。哎，那不是花池什么？花池什么？哎，昨天就是他帮我搬椅子的。啊，是的，真的是坐下了。那你要吃培根还是地中海？哎，阿，你今天怎么没有穿花衬衫？对啊，哎，我都穿了，你怎么没穿？我现在很白哎。还是你才白哎，超花衬衫很帅。可是我今天有穿。啊！你是很帅哎。自由的他都，果然是兄弟，果然是很好。花衬衫。花衬衫。大家都吃吗？他们都很要而且。
道理。那你现在跟他们还好吗？感觉还是像陪着，但我觉得我比较快。那最好，给他们一点时间，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呢、啊。没关系啦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而且，我觉得我穿白色也是蛮好看的。错啦，那我是真的觉得那件花衬衫很适合你。是啊，以后还是要常穿啦。好啦，我会常穿。欸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，会提醒我，告诉我不要放弃。好像这一切无奈，有了它都不算太糟。